现在玩的是手游无尽那边将，然后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，巴尔德它可以拿到七星宝物米斯特丁。然后这次先来看碎片拿到位置啊，每日任务世界 BOSS，该不会领错字吧？巴尔德，刚好149，点下去又超过150了。哦，然后还有精灵高原高级。哪一只来着？我掌握一下，应该是7只8吧。然后秘密商店，一整排，这是，这是这一阶的最后一只了，所以要刷出来都是这只。然后还有每日任务的完成奖励，可能有机会会出40片的。然后还把，我快要可以出现3阶了，一阶满了会有2阶，2阶满了应该会有3阶吧，开到5阶了，进化，米斯特丁，精灵攻击力增加，减少任务升级的费用。然后我原本是增加自然的抵抗力，追加获得勋章增加，差不多这样。